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这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净宗学会聚会，这是今年第一次，我们感到这个法缘非常殊胜，非常难得。这一次我从日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深深地感触到和平很不容易落实啊！什么原因？那是我们自己念念，它不是天天念念都在破坏和平，都在制造纠纷，所以和平距离我们呢越来越远啊！我们每一天是习而不察。这个就是《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什么罪呢？破坏和平，破坏安定，制造冲突，制造对立。啊，这就是罪呀！念念当中都在造罪呀。所以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国报在哪里？不是极乐世界，是阿鼻地狱。我们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善知识，这是要深深的痛切反省。啊，我们现在这一口气还没断啊，换一句话说，这还有救啊，还来得及啊，只要觉悟，只要回头啊。我在联合国大会里面说话说过啊，联合国成立半个世纪多了，这二次大战之后成立的啊，天天都在开和平会议，天天都在喊和平，可是世界越来越不太平，冲突的频率年年增加，天灾人祸从无间断，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什么原因？没有把原因找到啊！啊，那么说实在，只要你细心去观察，宇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性呐。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识就是法性啊。
楞严经上佛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你要是真正能够懂得佛所说的这几句话，你就晓得宇宙本来是和谐的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来没有一样有冲突，从来没有对立啊！这是发心的，我们讲信德了，信德本来是和谐的。那我们的心量，这大乘经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本来的心量是这样的啊。所以凡夫佛在经上很感叹的说，迷失了自信，这可怜了。自信就是佛性，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佛。那这个话是世尊在华严在圆觉里面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现在是不是佛？是佛啊，一点都不错啊。你跟释迦，你跟弥陀，你跟毗卢遮那有什么两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觉跟迷。释迦弥陀、毗卢遮那觉，我们迷了，他是觉悟的佛，我们是迷惑佛。真是佛，一点都不假。迷了之后，最大的错误就是起妄想分别执着，这最大的错误啊！所以我在这一次联合国会议，这也是稀有的一个缘分啊！我从来没想到的时候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啊！我贡献给他们了。真正要想化解冲突，从哪里化解？从自己内心。我们学佛就学这个我们自己内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那个对立的念头把它化解，我们就成佛了，就是本来佛我们今天跟这个不好，跟那个不好，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讨厌，看那个欢喜，这就迷了，这叫凡夫你能看到所有一切众生，用平等心去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看万事万物是平等心，看万事万物欢喜心那个欢喜是从内心里的欢喜，是心得了，板起面孔是违背了性德了，是迷惑颠倒性德流露，法喜充满了所以这才能够化解冲突化解冲突不在外，在内呀佛家称为内学这个道理中国古人知道那个时候佛法还没传到中国，秦汉的时代中国古大德就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跟佛经上完全相应古人讲凡事之本在于修身当然这个话是根据大学所说的
大学这个书这写成也是在汉朝初年啊，诸位要知道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教学跟释迦牟尼佛在理念上方法都完全相同啊，那彼此并没有见过面的啊，这个就说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大学的三纲八目就是儒家教化众生基本的理念啊，三纲诸位都晓得，明德、亲民、知遇、知善，这是三纲啊。佛亦如是啊。啊，明德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这是根的。明心见性是根啊，恢复我们的本性啊。那么落实在行门上啊，他讲各无支持啊，各无是什么？消除冲突在佛法里面讲断烦恼啊，悟是什么呢？欲望啊，欲望自信里头没有啊，自信清净心哪有欲望？欲望就是染污，欲望就是烦恼，这个东西要远离呀，要把它放下了啊！我常常劝导同学，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能把这十六个字放下了，你就能入佛门。换一句话说。啊，在大乘法里面，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你能够得到初信位的果报啊。初信位是佛法里头一年级啊，这佛法里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前面是十信，菩萨五十一个阶位，你开始念一年级了，你这个障碍去掉了，你才能进入佛门做一年级的学生。这一年级虽然很低，但是在佛法里面这是圣人，这不是凡夫了啊。如果你的烦恼还没有除掉，你还跟一切人事物对立，还有矛盾，你永远不能入佛门啊！不管你怎么修，实在讲，我们大家修行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都在修行的，但是从来没有拿到啊初信位的菩萨，在小乘就是虚陀洹、初果啊。为什么原因呢？这个障碍没放下。障碍不在外呀，障碍在里面呐。所以佛家讲内学，佛的经典称内经，不在外呀。啊，你们今天世界大乱，很痛苦。我跟你说，我很平静，我很快乐。啊，什么原因呢？谁放下谁得到啊。啊，你所得到的是自己身体的和谐，身心和谐啊！你看看中国古人
这个谚语常讲心平气和，那首先心要平，平就是永远没有对立啊，对于冤家对头都不对立啊。你们大家念金刚经，你看看忍辱仙人遇到割裂王，割裂王杀害他啊，忍辱仙人没有一点怨恨，没有一点点讨厌他，没有一点点报复啊，他心平啊，他知道割裂王为什么害我，他迷惑，他是佛，他是菩萨了啊，他又迷了啊，他要不迷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啊，迷了做出这个事情不计较，不放在心上，心平气和啊，身是假的，不是真的，身不是我啊，这我常常跟大家讲，身是我所啊，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我这件衣服你要把它破坏掉，你把它撕碎，你把它烧掉，与我不相干嘛，身不是我，灵性是我，法性是我，法性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身就像一件衣服一样，你们是哪一个人任意糟蹋，我很欢喜啊，绝不见怪你。你能入这个境界，你才能入佛境界啊。世间所有一切法，《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啊，佛法里最大的经典是六百卷大般若，六百卷大般若总结，我只讲十二个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世尊22年讲般若，就讲这十二个字啊！啊，十二个字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啊，你做不到啊！啊，你要做到了，你就跟佛没有两样，你得佛受用。啊，所以你要做到，不是会讲，会讲没有用啊！啊，你做到了，你真得受用。啊，你才知道这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圆满，佛法的透彻啊。那么世间人迷惑，迷惑的人很可怜，小风小浪就受不了啊啊，他就起心动念，起烦恼啊啊，这烦恼一起就越迷越深，造的罪业越来越重啊，这个是众生真正可怜之处啊！学佛首先要知道佛是什么，佛没有别，佛没有东西教人，只是教你回归自信啊。禅宗里面所说的，把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找到啊就行了。那佛就教我们这。啊，本来面目，我们身体和谐，宇宙和谐。啊，所以大宇宙身体是小宇宙，完全相同，不增不减。啊，所以我们求大宇宙的和谐，先要把小宇宙和谐要找到。啊，我们的身跟心和谐。身跟心平等啊，这个事情摆平了，这就很得受用啊。我常常讲啊，你不容易衰老啊，你每一天生活在智慧里面，不是生活在烦恼，你生活在欢喜里面，你不是生活在忧虑
啊，你没有忧虑，啊，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忧虑、牵挂、烦恼，自心里头没有，啊，真心自心里头没有，啊，那是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这个东西要放下。啊，放下之后，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就显现，这个智慧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平等的，啊，无二无别，啊，自信的般若现前，自信的德能现前，自信的相好现前，相好其实我们今天人讲的佛宝啊，啊，都现前了。跟整个宇宙和谐，跟一切众生和谐了，你说多快乐？那这个世间人最难过的是有冤家对头啊！啊，不要说见面了，听到那个名字就讨厌了。你说他多难过？啊，他受这种苦，啊，这个苦叫冤枉啊，实实在在冤枉啊！佛法如果从外面修的话，永远不能成就。哪个人能成佛了？哦，他高明处真正把这个结证找出来啊，他从内啊，所以古人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大学教人啊，从各无知之啊，诚意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平天下是外面的圆满。啊，宇宙的和谐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幕后有一句话指名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时以修身为本啊，所以说言里面讲凡事之本啊，在于修身，说身成在天下成啊，这个成说成就智慧，成就德行啊，成就相好，我这个身成了天下成圆满，身智在天下智啊，智是什么？智是对智啊，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啊，都修正了，天下就正了。所以说，为天下者啊，这个人一般叫大慈大悲啊，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要想先想这个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啊，带给一切众生幸福美满，这是为天下了。嗯，古人讲为天下了，不与天下，不在天下。你要天天在外面为天下，那你苦一辈子，天下还是乱，还是不能成就。怎么样呢？于身，你为天下，先把你自己的身修好，你的身修好了，天下就好。这个的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现在这个学佛了，用佛法说全是外道啊，佛家讲外道是什么意思？心外求法，你不晓得从内修啊，你天天从外面修的是外道啊。啊，一定要从内呀，要内头一个就是把对一切人事物的矛盾对立把它化解啊，这个要自己用功夫啊，要看到一切人都是好人，一切人都是善人，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啊，要把这个观念纠正纠正过来啊。你看看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
啊，出家的同学，啊，出家干什么？出家干的就是佛陀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第一个理念就要这认清楚，要肯定人性本善，你的教育才能走得成功。你要认为这个人性有不善的话，你这个教育肯定失败。人性本善，啊，他为什么不善呢？不善是他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啊，他被外面环境染污了，啊，被环境染污了个不善，那是习性，不是他的本性，本性是善的，啊，本性既然善，当然可以恢复，啊，这就要靠教育的这个这种方式帮助他恢复本性。不善不是本性，不是本性不善决定可以断除。正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啊，本有你当然可以恢复，本无当然可以断除啊。所以这个妄想烦恼执着是可以断的，为什么？本性就没有啊，智慧德能向好啊，肯定你可以得到，那是本性里头有的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向好啊，啊，那现在人讲福报的无量的福报啊，啊，是你自家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学佛没有别的，直截了当给大家说，就是学一个和平啊，我身要好，我身体每一个器官啊，全身每个部位每个细胞都要和睦啊，眼睛不能跟耳朵打架，耳朵不可以跟鼻子对立啊，这一打架一对立人就生病了啊，严重就要死了，死不是一个死，死通通死，眼耳鼻舌全要死，不会有一个活的。为什么呢？一个生命共同体，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小宇宙是和谐啊，和谐你就长寿啊，你就快乐啊。啊，我们真说这个世间人常常讲的幸福美满。你本来是幸福美满啊，但是你自己不懂得，你自己破坏自己啊，自己破坏自己。为什么？你有喜怒哀乐爱无欲啊，这个东西就是破坏自己啊，让你自己这个身体身心不能调和啊，不能调和你就生烦恼，你有忧郁，你有牵挂，你就有毛病。忧能使人老啊，啊啊！你为什么会老啊？你忧虑太多啊，你烦恼太多啊。你为什么会有病呢？你自私自利，你贪嗔痴慢。这贪嗔痴，佛法讲三毒啊，什么毒？病毒。最严重的病毒在你心里头，你内心有病毒，外面才会有感染。啊，内心要没有病毒。没有贪嗔痴，外面什么样的细菌都不会感染啊，再毒的细菌到你身上，你心慈悲，慈悲能够解毒啊，慈悲心能解一切毒啊啊。所以现在像去年闹这个 SARS啊，本来我那个时候想到香港去，好多人不让我去，我说我去没问题，不会感染啊。为什么呢？我心清净不会感染，我心慈悲，我到那边去能把那个 SARS 毒啊全部都化解了啊。所以生病不要找医生，不要吃药啊，任何药都是毒药，都有副作用啊。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用清净平等慈悲啊，这个是自然的调整啊。我这次到东京啊，我就访问江本胜
他这些年做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我们在一起吃饭，我就告诉他啊，我说生病不要找医生，不要吃药啊，用这个自己的心啊，这个善心善意来化解来调整。他完全同意，他说他这个实验里面呢确确实实做出来了啊，因为凡是有病痛的时候都是里面不调和啊，你这个细胞跟那个细胞对立了，它不合作了啊，那我们就是用善的意念把它化解啊，让它合作，让它和睦相处，让它每一个细胞在自己工作岗位啊，跟其他的细胞互作合作，那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这中国古人讲的和为贵呀！啊，自己内心身心调和了，我们才有智慧，才有善巧方便帮助别人调和。啊，世界要想真正消除冲突，啊，我在大会里头说了一句话，必须把自己从前错误的观念转过来，啊，那就是别人都是对的，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自己是错的，我对了也是错的。他们翻译给大会人听，大家听了之后很难做到啊，难做到也要做到啊，为什么呢？你才能真正对整个世界和平安定做出了贡献啊，这个贡献不是别的，这是真实的贡献啊。如果每个人都能赞叹别人啊，都说别人都是对的，我错的，你想想这个世界还会有争执吗？还会有冲突吗？没有了啊，世界的安定和平立刻就现前啊。之所以这个纷争不能够化解，和平不能落实，那就是一个错误观念，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这就完了。这个观念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世界毁灭，大家同归于尽。错了啊，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想法，这种做法从哪里学来的？华严经上学来的啊。你看看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财，为什么善财童子一生能够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善财童子就是这个念头，别人都是对的，我错的，所以他一生成佛啊。善财童子没有同学啊，为什么没有同学呢？有同学就有对立，为什么？同学你跟我是平等的，你跟我差不多啊，我对你不会求有尊重心啊。善才没有同学，学生只有自己一个，除自己一个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菩萨，都是善知识，他成佛了啊。那就是说别人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我要好好的跟别人学啊，仔细观察别人都在那里表演，表演善的，我想想看我有没有，我没有赶紧给他学；他表演恶的，我想想有没有，我要是有赶紧改正啊。所以善人恶人都是我的善知识，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三人行，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自己啊。善人是我的老师，恶人也是我的老师。
啊，善人教我要学他，恶人教我要反省。啊，他演表演那个过失，自己反省我有没有？啊，人看自己的过失不容易看到，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看到，看别人立刻回光返照，想想自己有没有？有，马上改过自新啊！你这样叫修行啊，真修行啊！啊，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你才能往生。啊，自己身心不清净的时候，你怎么会生净土？不可能的事情啊！啊，这个是自利，自利还要晓得利他。啊，利他怎样做法呢？利他就是要做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那就是教化众生。啊，现在众生不孝，我要把孝表现出来，哎，让别人看。啊，那我这个年龄呢，父母都不在了。啊，父母虽然不在呀，我们父母照片放大的时候，我们到处都悬挂。啊，让人家看的时候，哎，他没有忘记父母。啊，常常想念父母。啊，春秋祭祀父母。啊，这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希望别人看到知道，哦，要孝顺父母，啊，要尊敬师长，啊，我早年在台湾求学，三个老师，啊，我们对三个老师都做纪念堂，啊，我们道场规模很小。现在只有三个堂口，啊，最大的，我们那个教室买的基督教的教堂，最大的，啊，这个活动场所，啊，我们取名为迦南堂，啊，迦是张家大师，南是宜宾南老居士，当中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两边两张很大的照片。一张是张家老师的，一张是李炳南老师的，啊，念念不忘啊！啊，第二个堂口是东园堂，啊，东是方东梅先生，园是李牧园居士，啊，我们离开台湾到这个地方住三年半。是李牧原居士照顾，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够做忘恩负义，啊，做人的根本呐，啊。人家对我们有一天的好处，我们一生一世不忘记他，啊，他对我有一百个不好处，我绝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心染污。我们自己清净心为什么去装别人的垃圾？大错特错嘛！别人丝毫不善，不可以放在心上。我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只容纳别人的好处，啊，只念别人的好处。这是表演呐，教化众生呐。人人都能够记别人的善，不记别人的过，这个世界安和乐利，天下太平。啊，你怎么样度众生？你怎么样帮助这个世间人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个行为。啊，这个人从前对我好，以后对我非常不好，啊，想犯法整我害我，我越要对他好。啊，为什么呢？这世间人的时候，他会说我们这样做法让他去反省，永远纪念别人的善，不要纪念别人的恶。啊，这个就是教化众生，
这个就是拯救世界啊。还有一念怨恨心是什么？我们破坏世界秩序，我们在这世界制造麻烦，我们在破坏安定和平。你的罪就是阿鼻地狱，众生造作一些罪业自己不知道。所以经不能不听，你不听你看不懂啊！无量寿经现在讲的这几品你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啊，那我给你们讲的时候你就听听，就是不容易，字字句句里都有无量义啊！我们在无量义里面只取一分呢，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也就是我所讲的东西你们决定用得上，能够应用到生活上去，那你就快乐无比。这个佛法讲的切机切理什么叫切机呢？我们所学的现在马上用得上，这叫切机。学的东西用不上你学得干什么不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那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这个社会需要什么就现在这个社会需要孝我们学校需要悌什么叫悌呢？悌就是懂得尊重长辈，尊重贤人我们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那我们这个学院第三个堂口含音堂我们纪念韩馆长过去对我们30年的厚持很多跟着我身边的同学都知道馆长对我好像并不好常常找麻烦那个就是馆长对我真正的好处。为什么呢？把我那个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磨光了磨平了许多人说韩馆长很不好相处我说我要跟他相处，我能跟他相处就能跟天下人相处好姻缘你到哪里去找真的把自己贪嗔痴慢都磨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什么都要大家供养我的钱他就拿去了所以我就不贪财了，为什么呢？贪不到嘛，老子通通要供养他他要名图书馆建立了他要做馆长，他要权一切都要听他的，他要什么统统给他，我只要一样。所以我们两个不矛盾，我要讲台讲经，你天天给我照顾到我有讲台有点练习讲经就行了，其他全是你的，这才真正叫万缘放下。不放下逼着你不放下也不行那放了30年放成习惯了，所以真的放下我感激他了，他是菩萨再来没有他的30年这样这个锻炼呢，我学的佛法只会讲做不到所以有这么一个人来折磨你，那是你的真正大善之识把你所学的东西全落实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对他为什么那么感恩你们不了解，你们如果真正懂得我的境界，你才晓得我对他的感恩他对我的帮助超过老师老师只是指点我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我的习气磨掉，他把我的习气磨掉了真正使我的时候身心和谐这身心和谐这健康长寿智慧长烦恼轻
啊，佛慧眼都现前了。这些事情会看的人，你们在旁边就看到了，看到了你一定会点头微笑啊。不会看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啊，好像我受了好多委屈啊，就在你会与不会啊。所以真正明了自己才知道啊，这个菩提道怎么走啊。换一句话讲得更贴切一点，我们这一生人生的道路应该这样走啊，怎样才能够使自己得到幸福美满啊。所以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生命，是灵性的提升。是身心的和谐啊，那就是一定要懂得消除内心里面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啊，这个一定要消除啊。顺境逆境都是增上缘啊。我这一生从小还受过一点古老的这个教育熏陶啊，所以一生呢很重义气啊，能受苦受难啊。啊，因此我走出来都是属于逆增上缘啊，都是被人家逼迫，逼迫都没办法了，非走不可啊。但是每一个逆境真的把我提升了很多很多啊，都是逆境提升啊。如果没有这些逆增上缘，我今天还是在台湾的，我绝对不会离开台湾我们精美的图书馆啊，再小那值得纪念啊，我不会离开，我也不会离开美国，通通是逆增上缘啊。所以离开台湾到新加坡啊，新加坡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自己境界提升啊，自己境界提升，诸位同学可以从听经方面能体会到啊，我讲的这个经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境界不相同啊啊。那么在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啊，语言成熟啊，我们在此地结识了这一边的九个宗教啊，九个宗教变成很好的朋友啊啊，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此地做的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力呢影响到澳洲，影响到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啊。澳洲我没有想到澳洲去啊，啊，到澳洲去建一个道场为的是什么？这物资辈的这一些同学们啊，他们跟我们这么多年在新加坡居留很不容易拿到，而且新加坡这边建道场成本太高啊，我们这栋大楼买的时候新币1000万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图文巴啊，在澳洲包括山下
两个道场，啊，两个道场总共到现在所用的钱，大概没有超过600万的，算新加坡币，没有超过600万的。那一边成本低呀，土地房子太便宜了，我们买了个教堂，57万。啊，买了个基督教的教堂，57万在新加坡一层楼都买不到。啊，希望建一个道场，让他们有安身立命之处，自己好好去修行。啊，那生活方面，我曾经跟林牧原居士商量，啊，他们没钱没收入嘛，我说我们居士林每个月给他10000块钱生活费，就够了。啊，他们生活成本很低。啊，李牧原居士也同意了，所以我并不想到澳洲去了。啊，而是在中国，啊，这里头有造成了一些误会。啊，那么国内对我太排斥，啊，我就想的是回中国是不可能的。啊，从前赵普拉在世。啊，每一次见面都劝我落叶归根呢，希望我回中国来。啊，我那是有这个意思。啊，道普拉过世之后，中国对我起了这个很严重的误会，我就想着落叶归根没有希望。啊，应当怎么办呢？就地生根，是吧？所以我才决心这个移民到澳洲。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澳洲的移民部长啊，给我一个特别的移民签证。啊，这个是在这个香港啊，香港领事馆亲自给我的。啊，告诉我这法师，他说拿这个亚洲人，他不说中国人，亚洲人拿到我们澳洲这样的签证，他说你是第一个。啊，这是部长欢迎我到澳洲去，啊，欢迎去干什么呢？帮助他们团结宗教族群。啊，那么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所以非常欢迎我。到澳洲去啊，所以我拿到这个签证太方便了，等于说是澳洲公民享受的权利我都有，还有很多可以不要尽义务，我再便宜占多了啊。那么在澳洲的时候做这些事情非常顺利，政府主导啊，大学推动啊，我跟学校往来，啊，那么参加国际的会议，不是用出家人身份，是用学校的身份，啊，学校给我教授，啊，是用学校教授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啊，所以这个都是想象不到的呀，啊，那么印尼这个语言呢，在我想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温馨晚会啊，印尼有一个回教的代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温馨晚宴的活动，他的印象很深刻。以后他回去之后没多久，他就做了印尼的宗教部部长啊，所以上一次我就访问是副总统邀请。我跟他见面了，哎，他说我们老朋友了，过去我们见过面。他讲，他那个时候我还没做部长呢，回来之后我才做了部长。啊，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啊，所以非常希望我呢帮助啊，这个印尼的宗教团结，族群团结。啊，那么这个再过几天我还要去，啊，这一次就是部长邀请。
啊，他们有一个多元文化中心，一个大楼啊，落成典礼，啊，举行开幕典礼呢，希望我去参加，啊，那么这个典礼里面的贵宾，他们的总统、副总统，啊，国家领导人统统出席，啊，听说还有各国的使节、各国宗教的领导人，那么还有竞选总统，听说有20多个候选人，统统都参加，这是很大的盛会啊，邀请我去参加，啊，所以，啊，我们的这个缘啊，真心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为自己我哪里都不想去，我非常羡慕古人，住在一个山上几十年不下山。养道，但是为了化解这个世间的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我们生在这一个时代，那又有这个缘分，啊，没有缘分可以不去，有这个缘分不能不去啊！啊，所以我们是以身作则，用自己这些年，啊。这个学习的心得真实的受用啊，在各个地方向大家报告啊，提供他们做参考啊。那么这次从日本开会回来，本来我只想7天我就离开日本，日本那边的朋友也很多啊，要我多住3天，我在日本住了11天啊，在冈山开会，冈山的县长、市长，啊，这次还有他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啊，这是地位最高的，啊，那么联合国的代表，啊，其他各国的代表，我们在那边见面，啊，那日本华严宗，啊，听说我讲《华严经》的。希望我到日本去讲《华严经》啊，我的时间给他定在11月，11月是日本很好的季节，秋天红叶啊，到日本看红叶啊，红叶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啊，樱花期阶段大概只有1个星期啊，就我们选择在秋天给他去讲一段《华严经》啊，在奈良东大寺啊，在京都这边是净土宗的大本山啊，他们也要我去讲经啊，那我们就讲《无量寿经》啊，所以我就想在这边呢办一个佛学讲座啊，不要我一个人讲，再请几个法师一起去讲，我们排成科目。我们期限1个星期，在奈良1个星期，在京都1个星期，我们开始试办，办得好呢，以后可以常常去办讲座。啊，那我们的方式啊，就是从前我们台中慈光讲座那个模式搬到日本去办，希望把日本的佛教带起来。啊，那么日本最近。他们要成立一个净宗学会，啊，在日本的冈山，啊，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去，啊，我非常欢喜，啊，这个地方的人呢很淳朴，啊，没有竞争的念头，不知道赚钱，不想赚钱，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平静，啊，这个县长告诉我，他们这个地区。400年没有灾难，我们知道日本灾难，他们400年没有灾难。啊，有一个东北人，在那边开了个餐馆，他在那住了12年，告诉我，他们全家出门，这个家里门都不要锁，12年当中都是如此，你就晓得社会风俗，人的淳朴，所以他不遭难，那个地方是福地呀。啊，现在你去问路，哎，他有的时候工作放下来，他还带你去走走走一程。
这个世界已经找不到了。60年前台湾有的土地，啊，今天在台湾没有了，日本还有，啊，所以我很欢喜这个地方，啊，我对他们这个这个市长、议员呢都很赞叹，啊，他们非常欢喜我。啊，我在东京住了几天，啊，他们的这个大会里面的总干事，啊，乔木先生啊，还特别代表大会到东京来看我，啊，希望呢，在这个冈山呢，他们地方政府希望在那做了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中心，啊，一个宗教教学的中心，好事情。所以古人讲的种善因得善果，啊，我们的心要清净，行要善良，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教我们的，啊，那么我续一句呢，不容毫分不净夹杂，我们的心要清净，啊，决定不接受丝毫的染污，决定不接受丝毫不善，啊，包我们的心要包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啊，我们要排斥所有一切的不善，啊，要做到纯净纯善。求生净土，那就是你一念，我愿意去，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为什么呢？我们修学的跟西方条件完全相应，这样就对了。现在1个钟点了，啊，那我的话就说到此地，啊，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会，啊，这一次，明天呢要到古晋。古晋那边住3天，回来之后啊，我们还继续讲经，啊，因为这个印尼那边的，它的时间延后了一点，就是总统的事情太忙了，我们现在迁就他的时间，啊，大概延后3天的样子，啊，他腾出时间跟我们见面。好，谢谢大家啊。谢谢。